咱们这个店呢在北京市朝阳区，然后离工人人体育馆很近，也离三里屯不远。三里屯这边呢就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美食聚集在这边。然后呢我们这家店是一家法国的咖啡厅，这个名称叫阿芒进呢。阿芒进呢在法语里面其实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。甜品师和厨师其实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甜品有甜品师，巧克力有巧克力师，都不一样，而且都是获过奖的。在法国的甜品店就是有经验的师傅我们才把他聘来做。其实创始人呢是个年轻的法国人，他呢就是说在中国留学的这几年里面，他就没有找到一家正宗的吃法国牛角包的地方，他就特别想这个，然后后来他就想创业。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们店的几款甜品，像这一款呢它就叫 Eclair， 什么口味的都有。像我们这两个呢，一个是树莓的，这个呢是马达加斯加黑巧克力的，然后这种呢就是著名的马卡龙。他们法国人说这个裙边呢就好像蕾丝边一样，他们法国人说这就是少女的胸部。然后这一款呢叫歌剧院，叫欧贝哈。一般来说呢它有好几层，像我们这款呢里面是有七个层次。其实吃这些甜点的喝的饮料吧就是个人喜好，你像这个马卡龙它比较小，然后又有那个杏仁的味道，其实它配这个黑咖啡是很好的。闪电泡芙吧，它里面是有那个甜品酱有奶油的，它配这个红茶就特别好。歌剧院它里面已经有一层是咖啡的口味了，然后吃完了以后再喝点果汁儿，正好就是嘴里就是有那种果香还有咖啡的味道。我特别喜欢每天都来这儿喝一杯咖啡，因为这个是点心的法式甜点。这里的咖啡很好喝，也有很好吃的东西，比方说马卡龙